前阵子你们的老公彭于晏跟女神张钧甯合拍了个健身视频，微博也是各种暧昧回复涌动，老公真的恋爱了吗？当事人否认，不过抛开恋情不说，彭于晏为什么会情有独钟张钧甯呢？爱运动的人可都是惺惺相惜的。彭于晏是出了名的终极健身咖，进剧组都会带着健身装备，拍戏闲暇也会做俯卧撑。翻看张钧甯的微博，不难看出她也是个火力女神，不管是旅行还是工作之余，永远都是一身运动套装，充满阳光，热爱瑜伽也钟爱跑步，身材好到没朋友，和陈意涵是跑友。果然爱运动的人都同言张钧甯是台湾有名的才女加美女，这几年在娱乐圈虽然不算大红大紫，但是也是小有名气，且因为出演的剧大多高质量，所以口碑一向很好。而彭于晏在一众小鲜肉中，因为较好的身材和过硬的演技，更是收获了一大批粉丝，走出了属于自家的道路。成功捕获好身材是关键，减脂首当其冲。跑步一个无脑的减脂运动，你真的会跑吗？汗不能白流，跑步减脂的误区你要规避，再不努力张钧甯真的就捕获你的老公啦。妹子们加油。